食王全新特别企划，一人明星来助阵，人气美食游够赞。它就是台北市的一道传说的，绝对要吃它的鸭血麻辣锅汤底，好不好吃取决于鸭血好不好吃。油油亮亮，闪闪发光，像钻石一般。你敢从鸡胸肉酱酱开始吃，我觉得你叫笑好哦。老板娘煮这个麻油猪肝呐，已经有30几年的历史。哦，我好想吃腰花哦。7月2号晚上8点，三立动物台30频道至尊美食王。